这里，他说哈，这个图哈是四个人的眼睛的成像情形啊。他问下列何者的眼睛哈是这个远视眼？首先这个是正常的啦，他这个是近视眼呐，他太早汇聚嘛，所以我要呢用一个什么呢凹透镜，让他呢往后眼就能够看得到了。这个是近视眼的，哦，啊这个是正常的。然后这里的话哈。它的太近的话哈，看不清楚了。太近的话，它的成像的视网膜厚了，所以它要用什么呢？用那个用一个凸透镜来矫正，让它早一点汇聚在视网膜上面。所以哈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是远视眼的。就太近的话呢，看不到，这是远视眼。它就是正常的，正常。好，那他们说，下列何者的眼睛是远视眼？所以应该选 C 啊，答案应该选 C。